主管，您怎么了？怎么叫这个废物什么肖总？你自己看看。主管，这合同是假的。假的？对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家伙就是个拧螺丝的，之前还死乞白赖的来我家跟我相亲，他怎么可能是王朝的老板？拧螺丝的？对。你确定？的确，我是在电子厂上班。瞧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这王朝酒店不是有钱就能办得下，他这个合同一定是假的。你他妈的吃了雄心豹胆了，敢伪造合同！我是在电子厂上班，但具体这合同是不是伪造的，你们问问钱老板就清楚了。问老板？你也配？我把他抓住，往死里打！你个废物，今天敢拿假合同骗我，别想活着从这走出去！给我打！